没有想到过秦始皇陵园里面的东西会在他的城里面来做，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新的启发。整个所有的遗物能完全的复原出来石铠甲这个制作的流程。它所有涉及到的这些遗物都和秦始皇陵园石铠甲陪葬坑里面完全一样，包括石材、石质、编缀方式都完全一样。它让我们了解了秦陵石铠甲坑的这个里面的石铠甲制作过程。看视频上澎湃。